油墨双击，没墨关注。嗯，这是一个听声音的视频，非常的解压哦。来个蒜蓉阿根廷大虾，哇，超级有食欲，有没有？来个海鲜大拉皮儿，好久没吃了，它还在动啊。来两只小龙虾，我不想吃小龙虾，我想吃大龙虾。不上热门，老公不给买呀。来个小的吧。觉得有食欲的话，老铁一定要给我。今天我要来挑战一个拉丝海参，改改味儿啊，看能够拉多长。挑战失败。